的这个叫夜光龙，也叫荧光龙。一二三四五，跟着他们的距离，帮他们拉一下。负责哪一个人的距离？好，这样先开始。天冷啊！一，好起来，一就起来了。二，摆三，跟着摆，往前摆。好，对，一，二，一，好，继续，连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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续。开心我们太平国小的老师跟学生啊，有机会来到海滨国小，然后透过教练的一个指导，让小朋友第一次体验舞龙的那种感觉，透过那个积木来让小朋友设计有关身教啊，或是他们的不同的创意，那透过小朋友的巧思啊，把那个积木拼装起来，那能够让小朋友发挥他的创意还有他的想象力，这个活动也觉得蛮有意义的。练舞龙舞狮的舞蹈，然后我觉得很好玩，因为这个是我第一次这样子。主段的是日本的寿司店，我觉得可以参加这样的活动很幸福。前面切割，后面怎么样？就没有切断，就没有切断的话，你一把它扯下来的话，它整个外观就没有那个商品的价值。顺便介绍一下哈，你们回去的时候要装的时候，这边有个夹垫哦，夹这个我们的握把的地方，稳定不？哦，有我们那个团队他送给那个太平国小。结合我们现在目前100礼拜特技教育的生活科技应用里面，镭射雕刻的神教哦，下面给他加的是什么？几只脚？四只脚叫四足。
师带着逛。